là mình thích cái thằng này, nó lộn chi mấy trận đầu này đó, guy.澳门中华总商会议员兼厂副理事长，澳门北区工商联会荣誉会长关伟民先生，澳门电流水公司代表朱伟民先生，大丰银行理事微总经理，澳门日报温文汉副总编辑，澳门电力公司嘅代表李忠明先生。 澳门北区工商联会副会长兼建澳联盟，依家梁理事长。喂啦。喂，中医澳联盟，依家梁理事长。喂。澳门北区工商联会名誉顾问刘本立先生。你请到。澳门北区工商联会名誉会长陈山海先生。喂。澳门旅游零售服务业总商会叶荣发理事长。